你下来干嘛？下午天气好的话去晃一晃。天气不好，今天空气很糟。你两点通告？没有啊，我还在等啊。还不知道几点？他不跟我讲。我觉得你白头发更多了。你今天怎么那么好，可以在家这么久？你说我吗？对呀。我也不知道哎，怎么落差那么大？来，快点啊，妈妈，妈妈，好吃吗？我要出门啊。啊，妈妈，妈妈。啊，妈妈妈妈妈，快点啊，妈妈妈，我走了。拜拜。哇，怎么整个人是紧绷的，然后就不想要让他发现任何一点痕迹。妈。哎呦，吃东西专心，话太多的，你看又噎到了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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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喂，姐姐，今天要麻烦你帮忙喽。今年是他当爸爸第一年，去年我们的生日也没过到，今年算是第一次真正好好过生日，就在想怎么样可以给他一个生日礼物吧。如果你老婆用你很喜欢的电影做了一本童话故事书，你会很开心吗？你会落泪吗？那你会抱着他拥吻吗？那送你这个好，还是送你单身两天？不会问你去哪里，不会问你做什么，不管你去干嘛，你要讲实话哦。我都觉得单身还好，因为家庭是窝心的感觉啊。这种需要有录影，我觉得杨安完全不实话，他的脸毛红起来。希望他看到的时候会有一个惊喜。修他最喜欢的是灌篮高手，如果我们扮演灌篮高手里面的人物，我想应该还蛮特别的。来吧，樱木花道他里面有很多傻傻呆呆花痴花痴的表情，所以可能想要去找一些他经典的表情来诠释。该波波上场咯。
我们回家啦。如果看到我们那么用心准备礼物的过程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很感动，希望你会喜欢。你还记得去年生日是怎么过的吗？你们一定要考我记忆吗？我的记忆，人家不是说一孕傻三年吗？我已经傻了好几年了。去年我好像在拍戏吧，其实我不大记得。今年是他当爸爸第一年，然后去年我们的生日也没过到，今年算是第一次真正好好过生日。来到了这里，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先逛一下，再去帮修买东西。超想逛街的。啊，我想买东西，想逛街，想要花钱，但是现在一心只能想到布布跟修了。我以前买东西可能就比较大手大脚，就是都 OK。遇到修之后呢，就开始学会过日子，所以说，哎，好像真的很多东西我是会花了冤枉钱。先去找找看有没有浪漫的东西可以买。很漂亮哎，这么好看。哎，布布的娃娃，好可爱哦！但长得太小了，它长大了。这个还蛮浪漫的啦，他应该是觉得太花了。这个很可爱哎。我好想买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我想买，好可爱哦。好可爱哦！可是我在买杯子，修肯定会骂我一直在买乱买杯子。但是我这么用心的挑选跟摆设，他应该不会骂人吧？我好挣扎，这边打五折，这边打五折。这个有点浪漫，可以买一下。都好想买哦，都好想买哦，但是我觉得我会被骂，因为一定会说我浪费钱。遇到修之后呢，就开始学会过日子，学会过日子。不管，回去要买两只。搅拌棒应该不会被骂吧？我觉得还不错。嗯。不行，要先以爸爸为主。你觉得要买吗？那你帮我付钱哦。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放在桌上还不错啦，有那个气氛，好吧？这也是打折，对不对？这五折。这多少钱？这个花是980。打对折，打完了没？还没有，原价是988。哦，那还蛮值得可以买耶。嗯。那你帮我拿一组就好。换上毛巾包。好。好吧，这样应该也算浪漫了吧？觉得乱买够了。
不能再看了，好，先这样。耶，卖完了。我刚刚一直在想，因为我糊涂的个性，会不会忘记买什么？晚上的晚餐是这样：罗宋汤、牛排，然后沙拉，然后蘑菇。希望我今天不要因为紧张做失败，那就很丢脸了。我也在想罗宋汤里面还有什么。我的记性真的很糟糕，真的很糟糕。怎么了？好，来了来了。嗨，你收工啦？你现在去弄头发，你头发几点了？那你要尽快吗？没有啊，就问你时间啊。你不在我好无聊哦。好，晚上就吃水饺好了，煮水饺吃咯。对啊，那你赶快剪帅帅的哦，你先忙吧哦。好，拜拜。我先赶快整理，要不然我真的会来不及耶。